大家好，我是神木吉他的吉州人丁。首先我就谢谢大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介绍一下Lehigh近年在 TGF 的摊位。我们今年的摊位是在第724，然后我们知道去年有很多玩家来排队，所以今年我们也由一个排队去所以不用担心排队的问题。因为今年是我们神木吉他踏入五周年的大日子，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礼物还有精彩的活动，保证大家满载而归。所以我们首次和大会合作，也把宣传的门票变成神木的刮刮卡，有机会挂中机车 iPhone X、Razer Phone 还有台北香港来回套票，就是大奖，所以大家一定要。另外今年我们还会有这个早鸟的奖赏，我们每天也会派发600张的早鸟换脸圈，如果持有该圈的玩家就可以拿到魔法石、游戏素材，还有全新推出的周四角色卡。那么如果是前100名的玩家，更可以获得神魔画册2版，还有2018年的神魔小妹月历，所以礼物绝对是比去年的丰富的。另外我们也把去年最受欢迎的两个活动变成一秋人品大爆发，大家只需要排队一次就可以同时抽奖和抽卡。在抽奖方面，除了有海浪的魔法石还有游戏素材之外，我们还有很多丰富的奖品，比如说有我们的神魔音乐盒，还有魔法石抱枕，还有黑金魔术方块等等。另外在手帕方面，卡其内除了有我们过去一年的系列的大奖之外，我们今年也特别的把5张超珍贵的黑金卡放进去，所以绝对是让大家期待。另外除了丰富的礼物之外，我们也听到很多玩家的意见，所以决定把这个神魔格斗擂台带回现场。我们每天玩家都可以上台挑战指定的关卡，然后每天成绩最好的4名玩家更加可以进入冠军争霸战，挑战王者宝座，最多夺得500克的魔法石。另外我们更会邀请4天的王者参加我们在1月31日举办的终极王者总决赛，有机会获得超过50000元新台币的奖金，所以如果你是专注的高手，就千万别错过我们的神魔格斗擂台。神魔吉他很快的进入第15个版本，而在2.5版本就推出的一直也是很高人气的火屋美迪亚，我们今年就特别以它的模样制作成手办的模型，会在3场展示。另外也让大家在现场预购，而预购的首104次会玩家都可以获得绚烂的偏好证书，还有火屋的胸章。所以如果是喜欢火物的，你就一定要来预购。另外再过10天，1月27日就是我们神魔5周年的大日子，我们的代言人陈妍希小姐也将会在当天去临麦黑的摊会率领9位神魔女将与大家玩游戏，送礼物，欢度5周年这个大日子。然后届时
杨青小姐也会为大家带来重大的消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当天的活动。最后，我诚意邀请大家来到 MAHAC 的摊会参与我们的活动。接近我们全部机套五周年就到一起，我期待在未来的一季里面，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震撼性的合作，还有新的游戏体验。也谢谢大家。在这边掌声谢谢静妹玩家来精彩的介绍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在 MAHAC 摊位呢，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礼大相送，同时还有星光熠熠的这个舞台活动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